沿途四大熱準備。好，一開閘嘅時候仲有啊，稍微慢啲啊。咁啊，前面快嘅馬都好多隻嘅，中間自由往咧就猛咁搶啊，佔先啲啦。紅眼罩第二位打鐵趁熱來難，第三橙色眼罩仲有愛妃一號啊。第四位啦，咁啊外邊有星力啊，淺藍衫咁啊白衫咧，咁啊第五位勁得手橙衫中檔怪獸都市內欄就制越高峰啊，後啲嘅馬仲有咧就向尾五粉紅衫嘅就拍住精英寶貝啊，尾三八心之友咁啊殿後兩匹馬咧分別係猴王區啦，咁啊同埋天賦威力嚟噶。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自由旺咧就放啦，跟住第二位打鐵趁熱啊，內欄第三嘅馬咧就愛妃一號啊橙色眼罩，出邊第四位咧淺藍衫就係嗰只星力啊。再入邊嘅馬咧，仲有怪獸都市啦，內欄制越高峰啦，咁啊掟到出去出邊嘅馬咧，有精英寶貝啊，勁得手嗰啲馬。好啦，最後直路啦，前面偷出仲係自由旺啊，咁啊橙色眼罩係愛妃一號，紅色眼罩係打鐵趁熱，出邊有星力啊，再後邊嘅馬仲有怪獸都市啦，最出係勁得手啊，最後一百米到啦，偷出嘅馬係愛妃一號啊，中檔怪獸都市上緊嚟，再喺入邊仲有八心之友，出邊勁得手，埋邊咧仲有隻仲有接近終點愛妃一號咧就打搭贏跑第二名怪獸都市啊。第三名是勁得手啊，咁啊至於跑第四名的馬咧，咁啊似乎八心之友啊機會高少少。呢場賽事四號馬愛妃一號，咁啊似乎都做啱曬各樣嘢，條件上面、跑法上面、形勢上面都比其他對手好。咁啊結果先到終點啊，怪獸都市跑第二，勁得手跑第三，第四名係嗰只八心之友啊。